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优雅乐的教学特拉背板。首先给你们介绍一下配件的磁性，这个是板擦，这个是磁力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书写的效果。今天我使用的是白板笔，当然正常的学校是用的是粉笔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擦拭的效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推拉的效果，推拉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。这个白色里面可以放电子白板。